我们从1月22号自就会收到公文，我们2月就进行市府的诉讼，3月前往北上监察院陈请高雄市长陈菊，在3月16号在市议会接受唐惠美议员质询的时候，承诺拉瓦克部落还可以再协商，将会继续协商下去。并再度重申不会破迁。而3月29号，内政委员郑天才以及高雄市立法委员林代化委员协同到现场来考察时，希望高雄市政府提出一个跨局处、不分原民会、不分财政局、不分公务局，希望大家一起来协同，到底来处理今天拉瓦克部落这样的历史沉疴的案件，希望大家跨局处一同来处理，并不要再用这种短期安置，可是却是一个长期流离失所家园的结局。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就地安置，好好的来守护我们家园。但31号原民会，高雄市原民会却又自行的进行这样的协商。自救会在30号提出公文，在电话联络，并再度重申，我们并不参加这样违背29号内政委员所提出的这样的模式的这样的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拒绝参加之后，隔天4月1号就收到了这样的情收，这样的情资消息。我们整晚自救会所有的住户彻夜难眠啊！今天呢有三大诉求要告诉大家。第一，请高雄市政府停止拆迁作业，直到协商完成。第二，建立跨局处处理平台，不分原案。第三，中央与地方协力，共同解决拉瓦克的安居问题，让拉瓦克与城市发展共存共荣。以上是我们三点的诉求。我是拉瓦克的居民，我们居住在这里的事实，就是我就是见证人。我是已经第四代了，我的家族在这里已经第四代了。我们走出去之后怎么办呢？我们仍然要在这里继续留着。出生的地方，生长的地方。小豆豆，两拐三问价。小豆豆回答。为什么对我们这样的赶尽杀绝呢？换破迁，换破迁，抗争到底，抗争到底，换破迁，换破迁，起兵出来攻，起兵出来攻。是你们强拆我们的家，破迁家园，越来越多公务、公权力的介入。现在警力突破300名了。刚才陈部长、陈部长有打电话来，现在说后面怪总准备要动了。你人呢？我们被隔离。哎，你不要太激动了，阿曼上是哪里？不要推！你们不能这样！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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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答。一二三。一二三，没事嘛，大哥。OK 啦。你长得够白哦，我六岁起码咧。你大家讲欺负我？好啦好啦，卖过去啊，卖过去啊。阿关卓。讲好说，这个今天一定要展示，你们有准备东西要办好。对呀、哦，你们突然是这样，准备也没有弄好。小青天早上知道、哦，那上班的人也不知道。啊，你们说的，农民说的呢？也没有良心。难道我们的政府不会照顾我们这个原住民吗？担心啊，对呀、啊。走了，你这样太危险了。你们都没有良心，怎么会没有良心呢？我们帮你们安置好了，不要听这些名誉人士胡说。看到你们说话有了，上帝会祝福我们。不要被利用了，不顾。你的身体要顾，你看高你们野民会为什么要强制？要强制他们？不是我们参，我们是帮他们。他们已经要被参与，你们有没有看到吗？我们已经安置好了，今天是针对已经安置好的。对呀，为什么？所以他今天绝对不会有住的问题。在哪里呀？小心了，小心小心了，整天危险。哦，等下那个要吃一颗呢，那高血压的。你们跟他们讲那个人吃那个，肠胃不好了，很早沟通了，也不让我进去了。啊，指挥官是在哪里啊？对对，那个最贵的也不搬走。一人，那个老维是在二楼，他们两个公家去盖的房子，也跟原住民合作了。一定要这样子搞吗？你们的长官是这样子在糟蹋人民吗？非常的糟糕，非常的糟糕，非常的糟糕，对待一个老人家是这样的态度。来，叫过去，叫过去来哦。五千公顷民主，来这里，这里。你太过分了！我辛苦一辈子的结果是这样的。反正我的高雄市含家庭差都无咧，你别是鼓励我，莫看到我手啊！你即摆你用我手，你甲我砍我的厝诶！那么那么
么多酒，难怪到了我们这么多。我可以这样讲话吗？警察小姐，可是我要让所有全国的人知道，你们如何对待原住民。我们不能活在高雄市唯一的部落。大家都知道，昨天的讯息是他给我报说5:30哦，他们拆除大队就要过来。可是他们呢，我在开记者会以后，人都散了，才开始行动，连一个拆除的公文也没有。这哪里的政府啊？陈姐也说过，那时候我们在16号在议会，3月16，还有协商的空间。大家来评评理看看，都拆成这样子，还有协商的空间？真是阿爸的市长，说。4月2号总共拆了原住民5户，被害人拆了7户。目前我所了解的那个备受安置的居民，应该他们我所了解应该过得不好了，还是希望再回来。毕竟那个房子不是他们熟悉的地方。啊，就举个例子，就像陈英雄一样，他的诉求就是放弃安置嘛，这个问题都还没有提出来，就碰到这个强制拆迁的这个问题。后来那几户，有一户是到小港嘛，那个没有问题，还有2户嘛，打死也不想离开拉瓦克部落，房子拆了，宁愿去买帐篷。跟我们一样一起在拉瓦克这边生活。那之后打算怎么办？打算怎么办呢？还是要经过政府那边的协调啊，看有什么好的方案呢、啊？目前状况大家都知道嘛，都非常低落啊。尤其是碰到这个后，有摄影来，我看过后啊，拆除人马最多的一个井哦，这对才20几个居民来的，将近快400个后、哦，真的后、哦、手段太狠了啦。